好，这里是东南亚服啊，今天已经是东南亚服进入到命运版本的第八周了。那么从第八周开始呢，它会有一个星光交响曲的一个返场活动。那接这个任务之后，你每一天集齐硬币之后，可以点击奖励，然后获得额外的旋律币。第五天跟第十天是有1000个。对，就比较简单。对，整个账号当中只有一个角色可以去领，那每天是500个，第五天、第十天是1000个，应该这样子。